洋香瓜哈姆是北门古龙会重要的产业，今年来连连办理冰杆比赛，已经进入第五年的冰杆比赛，效果真好，也受到社会喜爱。这种洋香瓜咧，经过农民辛苦的耕作咧，将伊变成作有价值，更加会当代表北门人的精神的瓜啊咧，所以将伊命名的哈姆。这个时阵咧，拄啊好是三季。下礼拜拜六咧，要来进行第五次的比赛。经过一次次的比赛咧，已经将这粒瓜啊咧提升为国际级、国家级的瓜啊。这回北门农会咧，用红巴洋香瓜咧来做评级，口味足好，要让大家来试吃。北门区农会总干事洪明龙表示：今仔日吼，今仔日重要是政府咧推广这个鸡啊、鸭啊、鱼啊。诶，这个鸡肉、鸭肉、啊甲牛肉，诶，这个品相啦吼，政府重点啊咧斗杀这地啦。啊，另外，伫农会来讲，伫阮北门来讲，这个洋香瓜，这是重要的这个产业安尼。啊，伫这几冬来，连连啊办今年第五冬的这个比赛冰杆，啊效果真好啦，啊嘛受到社会大众诶这个喜爱，甲介意安尼啦吼，因为这个瓜啊。啊，经过农民辛苦的这个耕作，啊，甲栽培安尼吼，变成一粒有价值吼，真有价值吼，啊，甲会当代表北门人的精神的一粒瓜啊，这粒瓜啊，阮甲号做哈鲁，啊，因为这个时阵拄好钓三季啊吼，啊，后礼拜拜六要来进行第五届这个比赛，经过一届一届比赛，这粒瓜啊已经甲提升到。迄、那个国际级、国家级的瓜啊，呢，这回农会吼，啊，阮有将这个洋盘瓜吼，洋盘瓜用红丁这个品种，啊，落去做鸡鸭饼，落去做鸡鸭饼，啊，口味真好，今仔日啊，要予大家试吃呢。农业教副局长呢，陈仲杰对洋香瓜呢，哈鲁呢，赞许有加，地熟表示。啊，首先比较吼，先感谢咱的洪总干事咱。北门农会为着咱农民吼，啊来做这个农产品的推销啦吼。啊，咱今年最主要是因为这个 COVID-19 吼，啊，所以咱做些活动拢也暂停吼。啊，即马咱疫情比较趋缓的时候，咱的总干事跟农会家吼，啊，极力吼，就讲今年盛世，就讲咱的洋香瓜吼，啊，搁咱的一寡咱的鹅肉的创意料理经典吼，特别起来举办啦。啊，希望讲借由这届举办。会当为咱的农产品，啊，搁咱这個洋香瓜，会当推展到全国，哦，世界大家拢知，因为咱这个瓜真正多好吃。我以前私下拢来买送发同学吼，大家食拢好得加特子啦吼。所以咱这個品质是非常好，尤其咱这個、咱这瓜子来讲是咱咸地栽起来吼，伊的品质绝对比别个较好。所以希望讲大家吼，只要今仔日这個活动了，会当继续来协助咱地方，啊，把咱这的农产品甲推销出去。啊，最后再出来感谢大家今仔参与，啊嘛希望今仔日吼，这个活动会当带给大家的吼，啊，农民大家有足好的收益。啊，最后再次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宏观处处长的徐正仁呢，将洋香瓜咧送个朋友咧，朋友也相当的称赞好食，地熟表示。啊，每年吼，这个时阵吼，我拢上期待啦吼。头拄个听到总干事咧讲，咱这个哈鲁洋香瓜这个品牌吼，已经拍第五单啦。啊，着回想起我五单前来的时阵，第一届着含总干事熟识，我感觉这个哈鲁洋香瓜好像是因为我来了之后就是来这边，然后打的这个品牌，所以那个感觉足好个。啊，刚好又认识哈鲁小姐吼，咱这個美丽的小姐啊，就觉得以前吼咧。大行拢真好，啊！这个洋香瓜真正有赞的吼，这个我最近送啊，在迄个全台湾各地好朋友吼，啊，大长里、台中，哦，啊，含一寡迄、那个咱的一寡政要、国内的贵宾食，吼、哦，我著专工炸两手去，哦，大家学了够好食，拢遐一个感谢，讲要对买，我讲我嘛。啊，唔知咧吼，都店要提出啦吼，我今仔卖无够卖，啊，所以我吼，爱叫咱好诶朋友甲先留起来吼。我即届吼真正送过侪好朋友，台北朋友一直学到干，因为今年好像今年的品质即个卡蜜拉好像又不大一样吼，因为当落新研发品种，
阿吉，你这个品种又特别的，很多反应都非常好哈。刚刚这个部分哦，可能咱这大北门区可能爱来举例来推广一下哦，无爱阿摆产量拢无够，而像这个鱼鸭冰，现在即马推出咱的通路甲送出去，我想一定做好吃。我伫迄个实体店工厂咧卖迄个哈密瓜的那个双麒麟，我一支80块的呢。一支八十，现在卖20块而已。现在摕去个通路两面卖，做无够卖，真正做无够卖。最近吼，伊这你看到看游览车，一天拢几十台咧来吼，拢做无够卖，所以吼，这个可能咱的爱拜托咱农业局这边吼，个全力个支持一下咱的农民哦，伫这个咱农会带动之下，来个全力来推广咱这个咱哈鲁洋相关，我想这慢慢啊这个。这个过来推广给这游客之后，真正就会拍出这愈来愈大的知名度啦吼。我想这是我感觉真欢喜的代志吼。啊，今年今仔日又含这个鹅肉料理做会，我感觉很多创意都是这样子。大家尤其你总干事的带领之下，我刚刚北门农会也有很多这种新的想法创意吼，这料理也用起来，我想非常的精彩啦吼啊。明仔载，我往那五里这个水晶教堂哦，我办一个那个小小活动，我的瑜伽男的那个伴手礼的展售啦，所以大家亲戚朋友有机会来哦，咱规天的从白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哦，啊欢迎各位来参加，啊以上咱的这个洋相关的会当愈卖愈好，啊个活动顺利的那个活动圆满，谢谢。今年的气候嘞稳定，产量比去年的来得搁较好。目前的价格正稳定，农会也建立北门的哈鲁洋香瓜品牌，希望会当提高北门洋香瓜的地位甲行销，造福瓜农。欢迎大家12月11日到店来北门水晶教堂共同参与。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道。